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孝父母，不敬长老。见他人有孝父母、敬事长老者，常称慧之，不喜作善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常得噩梦，二者为人所憎，三者恶名闻，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考至数千万岁，五者从地狱中来出，身为人必性不昧，为众人所憎。今见有不昧即性为众人所憎者，皆从故事宿命、不孝父母、不敬长老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甚莫骄慢，可孝顺敬事长老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孝尊老，无有礼节，轻易骄慢，自用自强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失王职位，二者自欺身，三者不为人所敬，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考至数千万岁，五者从狱中来，出生为人，当作下贱丑恶，为人所轻易。仅见有下贱人，皆从故事宿命、骄慢、不敬尊老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甚莫骄慢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得财产千贪不肯布施，不爱是诸家贫穷者，不给与之，不共事沙门、明经道士，不盖不与乞儿，若病人食饮不敢自保，衣被不敢自完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自欺身，一为人所不敬，二者人皆呼守钱奴，三者恒河惭愧，四者多恶鬼，情苦不可言，或千岁百岁不能得水饮，遥望见江湖，若溪谷水，走往欲饮之，水便化作硝铜，若脓血不可饮，如是情苦不可履说。五者从恶鬼中来出，身为人当贫穷冻饿，从人乞丐及古相之助，乞丐不能得，人当唾骂之。今见有贫穷乞人，皆从故事宿命、千贪不肯布施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甚莫千贪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有明经贤者，若沙门、道人，不喜枉问度世之道，嫉妒高才，诽谤贤者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不会，二者少知，三者不为人所敬，四者入泰山地狱。入泰山地狱中，考至数千万岁。五者从狱中来出，身为人，愚痴，无所事知，与畜生同力。今见有愚痴不别白黑者，皆从先世宿命不喜道德、嫉妒高远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甚可行道。佛言：人求寿得寿，不求寿不得寿；求病得病，不求病不得病；求端正好色，得端正好色；求丑恶色，得丑恶色；求媚得媚，不求媚不得媚；求下贱得下贱，求富得富；求贫得贫，求明经小道得明经小道；求愚痴得愚痴。人作善得善，若甘福得上天；若为人得尊贵，亦得端正。若人作恶得恶，若甘罪或入泰山地狱中。
或堕恶鬼中，或堕畜生中，设得做人，当作下贱贫穷，无所事之，亦复丑恶色。如人种苦得苦食，种甜得甜食，常食。譬如种五谷，种稻得稻，种豆得豆。如人作善得善，作恶得恶矣。传远疏通介于太察，笃信守一介于拥蔽，勇猛刚毅介于暴乱，仁爱温良介于不断，广行浩大介于狐疑，陈情安舒介于厚实，科销易急介于票急，多人长辞介于无实。贤者且守戒，行之有三善，渐进多求于受尽受天身，诸戒行已尽，以会至易行，行至必当至，其断所当受，从戒可灭痛，三世戒在上，致使邪毒龙不犯有戒人。善哉有戒尊，以信可为伴，世道非凡言，故名戒有尊。戒尊善可护，身中不见烧，既卧于夜安，以梦复欢然，为众所见尽，立善自为身，打剑自为尊，舍世为天王。我是世独尊，我以托世患，昔是人天世，有我小魔兵。为佛历勤苦，累劫不可数，往来五道中，未能具师旅。坚逆续觉得，好乎见世短，今日礼佛者，一心皆插手，从礼得上天，人中得长寿，佛尊绝第一，以现慧具足，当前礼法众，恩德若江海，是以无眼说佛之圣典籍。从本起因缘，所行有善恶，广采以专利，随经意要去，即续如佛旨，所作央服事，佛以自觉法，范事来下请，尊乃山说经，制药难见闻，苦从苦因缘，苦尽乃为尊，如应八道尘，苦灭是为尽，从行有苦果，人雄之所演，是本为从心，劳行从事有，众劳除欲者，是行之妙药，故为次第说，诚如大圣尊。是故著经典，令是观摩法，何因正无疑，智者所宜取，亦非神所化，令祸福无缘，亦非性自然，有非时可传，在天岂无缘，时与性亦然，殊胜与不胜，其实非无形，从痴至有劳，思劳从行至，以作托付过，听此非一倍，超坠精妙旨，即虑之杂药，足之是所由，物部各分明，神化解疑结，已经现世间，善行有福报，当可不是此，以作不易行，其死多恶道，及时见阎王，王哀便细数，因而老病死，见已当就罚，只有五十者，何为不修德，身口意所行，为戒施为上，耳读何志念，而能不为善，是时有罪人，闻王以法见，自愧无良操，入部而对曰，但以轻恶有，闻凡非法言，作以贪着故，不能修得善，王曰人难得，性德悉不善，唯性何难悟，冤造迷离行，如本性思恶，则非父母为，非沙门道士，非君非我教，愚痴快心意，作此不善业，自身之所为，今当受其报，造以五十者，中正之言悔，然后言法王，默而不逾狱，而乃入罪入，至于言戒中，
千将入地狱，奸恶圣皇惧，使入黑神狱，大小并欢呼，刺入阿鼻魔，赤火烧其形，暴击其热土，尽射肺灰水，铁玉凡石榴，自到刀叶树，为人犯恶故，另有此淋漓，故列其本行，赐现所应受，至于千亿岁，生生而折杀，由是结怨多，贼害贤人雄，声望哪无过，离拜人朋友，常喜常恶人，死入黑神狱，有持多诈变，只至酷虐人，后更山积则导之以铁杵，为人好杀生，马牛鹿羊屎，鸡犬及猪虫，亦更山积则痴贪怀怯弱，苟以毒害彼，求财不用法，铁轮立其躯，适量以利交，伏彼无利者，喜失恼于人，常为相所踏，今生恼父母，沙门婆罗门，饶故令欲毒，后生被热炙，或卖及父母，人贤奉道者，及他所当敬，后世更主治，或邪从受取，正入无辜名，然后身长烧，欢呼毒痛身，亲人以一己受计而直抵，后烧在火室，大呼无谁救，非法言是法，是法言非法，业毁谁无甚，后生阿鼻狱，学居庙堂尽，而为过失行，由是令谤贤，从事入深狱，起捐赠善业，从邪乐得生，后生莫混中，但混虫为食，放火凡草野，以害诸虫至，后入鸡心狱，烧之如野火，因贼亲后者，驱为利刀刺，啄鸟铁耳狗，婉转共食之，若有坏把桥，傍善至德者，多遇道见月，屡刀刃之道，犯人妇女者，俱躯有百足，容貌似美女，余有便觉之，好乐于淫逸，放逸于人妇，思常于苦会，生攀报次数，若为诸巧变，杀水所生虫，杀后堕沸汤，灰河之中生，借贷不归者，身常被铁钩，钢铁烧铜燃，羊铜以引之，怀恨亦愤怒，果敢为非法，见人穷苦喜，死为阎狱鬼，身作不善行，死即入地狱，其痛不可数，一切但有苦，如是以具说，地狱种所行，听解畜生事，恶鬼及鬼神，身亦各有三，口似为不善，造扰心宿变，死堕畜生中，若多淫欲态，后生为痴虫，阉割揪鸳鸯，孔雀亦飞蛾，喜服抓锤者，后世多受恼，自为象马牛，称会死成蛇，骄傲常慢人，后生为猛兽，轻易者后世为猪犬狐驴，常内怀嫉妒，心意不依住，后世为猕猴，强面目成鸟，迁贪而邪狂，多行盗贼人，死后为猫柴，虎狼肉食兽，不失多嗔怒，持心不直直，然后堕笼中，难有大神力，广施有慧心，亲人而自大，后作家流鸟，自有大威猛，身自食甘美，以恶施与人，死为混恶鬼，常食臭中虫，好调饶老小，起而与病人，后为骚恶鬼，食沉辱恶露，虽与心千悔，恒自具不足，后为黑恶鬼，从下彻得食，为施为无福，未尝肯少施，后为彼恶鬼，主食人所吐，
不与追谤师，时出外自举，后为斗恶鬼，横食人慨唾。自有既不与，常妄求于人，后为穷恶鬼，所欲不能得。喜因是彼短，致人以妄财，后为逼恶鬼，主食死人肝。粗言以恼彼，重伤说人短，后为骄恶鬼，常吞食火焉。劝送好会斗，酷虐恐热人，后为焰火鬼，食于飞蛾虫。禁止人不施，生意不自语，后为大声鬼，其口若针鼻。永才以遗子，不食亦不施，其死属言戒，此计乃得时。身为爱具长，亲人以行患，为鬼行丑大，所欲终不得。语言常七条，不语不持戒，欢于行疾处，终身鬼神中。杀虫以为饵，钩身蒙其利，取杀而食之，后世为媚往，勿施忘其后，不成多愤怒，后成救助鬼，颜貌极丑恶。既以晦且贪，好施而嗜酒，喜于古乐舞，死为守地神。于家内外亲，无恶亦无疾，后为有力神，乘云风而行，不施污饰秤，亦与诸美味，为神在所知，奴舍随其飞。好欲而懈怠，喜以花香施，后为天际人，游戏自自心。于是畜生行，恶鬼及鬼神，喜以为总说，又复听善音。至于猥琐行，亦有若干比，其应非一种，今为如是说。天人阿须罗，欲求长寿者，内亦当自省，无害一切身。若以不施劳，不服垂饶彼，恒发安群身，为人则无病。不杀好恩德，亦故不复动，终不害一切，为人常人贤。未尝有少施，颇受于己为，然后生疾苦，求少得或否。后取他人财，而以为惠施，后虽得财富，犹速亡失之。不妄取非物，亦都无所与，恒自勤苦求，后传世得财。既不取彼物，常自乐不施，累世有财富，得利甚宏广。自好持戒斋，后生必明智，爱法得欲安，足贤义端正。子善供养父，既往屡祭祀，亦以敬师天，后所知得食。好食饭食者，后生得命色，有力便达富，无病常安稳。好食衣被者，施藏好容色，心善人乐见，快乐得所欲。施与屋舍者，后世所止安，公馆诸所居，事事言具足。施锦设一江，沐浴莲花池，后世得不得，所欲一切富。今世好布施，屡徙船车桥，下马一珠秤，后世得天秤。无怒仁爱见，一切所归养，后生高长子，其师元数者。好以奴婢师，加以恭敬意，后得于性欲，事始无所乏。先祖大布施，子孙既不绝，后生俱益富，则得富于财。号称布施德，有意不能与，后虽堕人伦，生于贫侠家。谤施未无益，但为哀故语，虽无布施意，有神富财家。心常乐智慧，然而不布施，后常得聪明，生于贫聚家。常好喜布施，而不学智慧，愚智不敏达，生于大富家。舍兼行施智，亦兼受其福；舍两不兼行，
亦两无所得。失与忘心欲，为师若以师，若好欲师者，思为实恼苦。故师虽无信，然犹得财产，若乐彼失财，后亦颇忧喜。故师如有信，后世常复财，多获能得尊，其意甚欢悦。如是尽有德，善意供养师，后得财可益，既得嘴殊胜，常以轻易意施与修德者，然后虽得财，安时不得时，不施欲安人，不行必现人，然得所爱尽，亲属弥不尽，施与自所有，修得无所争，后获所爱喜，把得力具足。施与有瑕眼，不产求非物，辅作传子孙，累世常宝财，为人行布施，用时不劳彼，虽少不失时，时福时自自，修身以自守，不好犯人妇，厚德所爱欲，真良有戒德，妇人有非时，自是能自觉，后为人无怨，受性大清净。若修清净行，所行无论意，后生有微欲，为天所供养，去离于醉酒，修行常清净，后世不迷昏，得力内明慧。未生若人故，终而不忘语，后生生中事，莫得说其短。有真则和解，不好妄传说，后亲不别离，身常为人雄。恒以柔软言，终至入人心，后语功可重，闻者莫不爱。即会作论议，如是言德中，后世得辩和，与时人乐听。一切彼所有，其心不念取，后世心中安，终无妄疑忧。已知世事思，众善之报应，为人都尽善，时福果甚多。常欲立成就，妄欲天上安，知身不长久，心必思修德，好恶性在行，人伦之大利，众杂故得杂，在白不白中。少壮或长老，自在作行时，然后如实得，苦乐各应本。暂行若常行，所为善不善，终作终实得，常作乃常得。师有终数言，今世后世后，忽灭不成用，后生常隆愧。诈为欺慢者，后生于短陋，阴雅或恶色，足性莫欲见。不亲老则愚，事有道则立，不慢后尊贵，骄慢则卑贱，不失后则富，无语亦则贫。嗔恚得恶色，不怒后好色，好奸不男女，欲犯不可淫。尘歌诸畜生，后生为黄门，私淫若炽火，生根心口犯，专行求女人，后生为黄门。说不失善道，来劝以乐从，等心事增爱，后生有三眼，习以好衣服，施于有德者，后生常好雅，光润色若金。世人如赤子，护老病亦然，后常执圣人，皎若心中月，不甘奉斋戒，兼身缠乳妇，后得妓女悦，犯者有干棒，礼敬犯爱众，后软手足掌，保或安不动，得尽如大山。不问讯使灵，无求但好施，后得时具足，有才聚若海，有德蒙上天，把善众归养，后豪尊欢乐，身为帝王种。身口恒习善，不施用何言，后富莫能及，受乐身北方。因以善报仇，终不忘施恶，口真而心柔，后为阿修罗。如有见善道，具足以笃正，从得生天上，
耀若日之光。善孝事父母，后生贵姓家。不争不好怒，时福刀立天。无所与人争，亦不参斗讼。守善心修德，后生厌天上。多闻安思维，好利而求脱。念善得以善，后生都属天。守戒常禅思，依法无所事。亦劝彼令然，身不交乐天。自守好罪师，不逆不自称。平均爱有道，身比泥密天。边仗神之脑，不以家群身。安慰一切人，时福于梵天。心慈口言善，念安人若己。有求而得欲，身比家宜天。念行常如斋，不愿事喜乐。定意力安静，生阿波苏天。定心七爱女，除三喜一乐。能观思正止，得生片净天。苦乐既非常，身所行则知。见识最清净，身堕科婆天。小了不尽想，多行有王处。弃息而无想，身无忧想天。无意有为意，挥阔行四业。念禅自清定，身无尽天中。柔软易殊胜，心正性中和。广博修天业，身阿迦逆天。解色依无常，乐求无边至。所事亦无忌，思维得出生。已离诸情事，无复所向生。有念亦已过，欲无想而想。虽觉犹复生，报现有平行。自是自观察，知善行可作。事法有特异，故为人据说。非天非时众，所受从自作。身非常可观，未不思忘矣。凡往生善处，皆为由心意。若以解非身，无为生死空。即放灭苦心，是乐最第一。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心烦躁时，也许会说出些有破坏性的话，所以要是觉得烦躁，就应该收敛自己，不要说话，可以做深呼吸，试着内观自己的起心动念。